生日快乐，今晚有时间吗？想请你吃个饭。好啊。晚上你生日，我订了你最爱吃的那家餐厅。对了，还有那个，我今晚上加班，生日每年都有嘛，我这次就不怪你了，但是生日礼物必须给我，我想要。你抬头。不是你干嘛呀？你来公司找我，干嘛不提前说一下？提前说的话，还能看见刚才那一幕。主要是你想什么呢？那只是我一个同事，你离人家车远一点，把人家车刮坏了，赔得起吗？风太大，上车说吧。我上次只是随口一说，你真的把它买了？对啊，还写了你的名字。这不夏天到了，怕你上下班遭罪吗？主要还是怕你丢了面子。你就骑个破电动车，能不能不要往前开？一会儿被同事看见，我多丢了。也是哈，那我得努力努力，到时候给你换个四个轮子。四轮电瓶车啊？对了，给我买的新手机呢？差点忘了，给。对了，下班给我发信息哈，带你吃好吃的。我这也不是为了激励你嘛，现在看来啊，果然是个潜力股。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朋友圈为什么一直都不敢公开我呀？谈恋爱可以，公开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想把没有结果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，到最后啊，我自己受不了惨。如果有一天我选择公开了，那一定是我要结婚了。还有和你的事情，我还没考虑清楚。没有考虑清楚就心疼接受别人对你的所有好，还那么心安理得。我一味的让步，没有换来你的珍惜跟体贴就算了，你还变本加厉。你可知道，两个人在一起是以心换心啊。我只是想要有更好的选择。是更多选择吧。二选一的时候别选我，我不做任何人的第二选择。别无选择的时候也别选我，我不是你迫不得已的选择。十四，下车。